大家好，我是黄凯迪。哦，那我现在在拍的是这个高空的铁皮屋顶安装施工过程。哦，那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请的是那个永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来帮我们施作的。哦，那我们这个厂房大概是1200平左右，两栋。哦，那边有一栋，还有这边，哦，全部都是请永盛这边来帮我们处理的。哦，品质算非常的好，而且施工也非常快，配合度也非常高。我看一下师傅在高空上作业，很厉害，很佩服，哎，都不怕高。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天啊！好，看一下这边好了，这边的话再搭。我今天的话天气比较好哈，今天有好转，所以才可以做，不然的话前几天一直下雨都无法施工。我那前面白头发那一位是永盛的老板。现在固定浪板哈，固定在原本的支架上面。这边的话，后面过去这边也要搭，好，木材还有搭。好了，那就先进入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有那个这个铁皮屋顶的一个安装需求的话，可以找永盛。